跑，炸了你狗剩的还回头，你们看。那不是镰刀锅吗？走，让我过去看一下。过去。哇塞，镰刀锅，你这武术好厉害哦，是不是在洞州风岩那个龙虎堂学的？啊，龙虎堂里面还有那么好多练武的地方？带我看一下，我带你去看啊。走。就是这个龙虎堂藏在黎平洞族风行园里面，一个很专业的武馆，里面有专业的武打项目，有散打、拳击、跆拳道、武术、自由搏击、女子防身术等。里面场地设施非常到位，训练场地也非常大，内有专业教练和专业团队。如果你孩子还在沉迷游戏不愿意出门，那就来黎平龙虎提高体质保护自我。